离娄章句上三，孟子曰：三代之德，天下也以仁。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，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。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今物死亡而乐不仁，是由物罪而强久。